这真的是人住的地方吗？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看到的都是假象啊？我想你们没时间做早餐，我要吃蛋包饭。黑顺泽，帮我干嘛？我可以不要吗？我刚才在学校餐厅根本找不到小吃的，胃都被你咬掉了。你在学校的时候？需不需要我帮忙做便当？是你说的哦，不可以偷工减料。知道有一种爱情叫做便当接送型，你要不要干脆抢公司一家的探头包，拿下当家主母的位置算了？如果我说，我就是故意要让你有所期待呢？老师，现在叫我老师会不会太卑鄙啊？十一姐，你是喜欢我的。